因為疫情嚴峻，康文署轄下嘅場地都不作開放，變咗過去呢一個星期咧，好多嘅本地賽事都係宣告取消或者延期嘅。咁但係凡事都有例外嘅，就好似 ABL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咁啊，就喺香港遊樂場協會轄下嘅修頓室內場呢度上演。咁但係賽會為咗咧保障公眾嘅健康安全著想，都係選擇閉門作賽，就連我哋在場嘅傳媒咧都選擇戴翻個口罩，保障翻你同我。呢场波由香港东方主场迎战新加坡腾飞智狮啊！男三嘅香港东方今场比赛咧就虽然有阿邵永啦、陈少永啊再度断十字韧带嘅关系，而令到球队缺乏咗一名嘅大将。不过外援方面咧继续都系精锐进出噶。咁首发阵容除咗控卫拉尼罗斯啦，咁啊大前锋嘅高士拿咧，同埋中锋嘅荷里菲特三位嘅外援之外咧，咁啊仲有华将方面啊萧建芬，同埋队长嘅李奇啊，亦都系齐齐喺个首发阵容上面嘅。至於新加坡騰飛之師的焦點球員方面，當然就不得不提倒戈雙向的得分後衛詹神艾利朗。這位昔日的東方戰神今場比賽穿起紅色的波衫倒戈，搭檔著就是小前鋒的好拍檔亞歷山大。另外當然還有就是身高七尺的中鋒麥基恩亦都是首發登場。主队的东方赛前战绩就三胜六负，新加坡成绩都是一般，只得四胜五负，大家都急需赢波。不过今场比赛在开波之后，双方都分别以8秒为例和24秒为例来悼念早前因为直升机空难离世的 NBA 名宿高比拜恩。之后比赛正式开始了，东方凭住队长李奇连取五分之下，初段带领球队打出一段就7-0的 run， 逼到新加坡都要喊个 time out。之后新加坡亦都有后卫郭伟文射入三分，在艾利洛连番助攻之下，球队频频得分。长中锋麦基恩硬爆东方的篮底亦都是成功，兼且这球波搏埋 N1。其后他入埋罚球之后，更加是反超翻东方14-13。新加坡在第一节尾段靠住艾利洛的压哨球之下，结果以22-16领先东方六分完第一节。第二節出翻嚟咧，東方開始力追咧，但都吳重進後備登場咧，單字係交出三個助攻。呢個波咧搶完籃板，俾到咧就係張文平啊，終於入翻球咧就三分波咯，亦都協助東方咧當時係反超一分。其實東方亦都有高士拿咧嘗試用三分球咧拉開個分差，但係之後咧新加坡嘅郭偉文咧馬上亦都回敬翻球 answer three 啊，令到個形勢相當緊湊，新加坡落後25-28。东方在第二节尾段特别活跃的球员间的配合也都做得不错，协防对方中锋麦基恩方面也都守得挺好，令到对方在这次只拎到两分。东方这次最后一击即使有拉里罗斯炒篮都好，荷里菲特的保篮令到东方连到8分，以40-32完上半场。下半场出回来东方得势不饶人，大耍三分雨，先就有高士拿，其后也都有队长的李奇，当时球队都可以说是挺顺下的，搞到就是连中锋的荷里菲特都表演一下就是爆篮。连除了仲有就球队得分王方面就拉里罗斯也都是快攻得手，当时东方领先50-32，有着最高18分的领先。不过始终学李奇话斋，新加坡的经验够，后劲强的艾利洛的精彩上篮先拿两分， Marcus 攞完两分不够后整多球的三分波又是他噃。之后 Marcus 仲同就是中锋的麦基恩一个配合，这位中锋的整班球单手就是坐樽，结果打出一段11-0的 run 之后，新加坡之后落后四分被东方完第三节。去到第四节双方比较急的，打了接近两分钟先有得分，阿里洛的跳投搏到 foul 之后就两罚全中，追到去53-55。在分数压得几紧的情况之下，新加坡试过抢回领先位置，但东方凭着连番的快速起手给到他们是连攞六分，再到一个领先去到65-60，双方第四节试过六度互换领先。其后就新加坡的中锋麦基恩就亦都表演一下空中查令屋，我之后亦都有就亚利洛的零度位三分波，加上就是 Marcus 这一下比较精彩，第二时间的上篮简直将比赛带到高潮。亚利洛今场最后拎到23分，亦都成为 MVP， 新加坡领先67-65。关键时间新加坡的七尺中锋麦基恩再次发挥他的身材优势，背篮强攻一次不得就保到成功为止，令到新加坡维持一个领先69-67。跟着东方都积极展开反规战术，模式对手罚球全中。我哋最后关头这一下关键了，东方控卫拉里罗斯系拎住个波，结果踩界失去了个控球机会。最终香港东方以67-73含负新加坡腾飞之师，经过10场的比赛，战绩是3-7。
今场曾经领先18分之下反胜为败，东方仍然未能够打入常规赛的前八名，争夺参与季后赛的机会。我猜我们找来香港东方的队长李琦讲下点睇今场的比赛，和对争取季后赛资格的信心。其实我觉得在个执行教练上面的战术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做得很好的。其实但是只不过是教练他是很要求我们打得很快，即簡單嚟講，我哋一射唔入嘅時候就好大鑊啦，一射入嘅時候就好好咯，咁啊搣緊十幾分咯，一射唔入就一夜俾人冚埋嚟，去到第四節直頭你根本上俾人撳住嚟打添。信心一定有，咁但係我諗我哋翻去一定會睇帶再調整噶啦。咁因為你始終我哋而家暫時冇記錯應該係3-7，咁啊都幾嚴峻嘅，因為而家我哋排第9。咁啊，希望之後我哋嚟緊逐場逐場打啦，希望贏得幾多得幾多，起碼目標入咗頭8，先再諗咯。喺 ABL 當中都好講求咧，就陣中三位外援嘅表現。今季球隊失去咗艾利洛，奇哥都話係相當大嘅損失啦。今次同昔日舊隊友交手咧，亦都令奇哥勾起以往唔少嘅回憶喎。見到佢喺仲喺個場上面。同我哋對打好似平時練波咁咯，係開心嘅，即係亦都知道佢喺新球隊適應得好好，同啲隊友都好融洽，咁啊希望佢繼續打，係啊，中意睇佢打波。我覺得喺嗰、那個就係、是、當我哋球隊需要有人 set up 嘅時候，我哋就爭咁一個人去 lead 住我哋咯。我覺得而家咁啊變相咗，而家我哋有多時打落去冇一個。球員真係 lead 到我哋個方向咯，我自己個感覺。呢個時候，梗係要訪問一下呢位昔日替東方喺2017年稱霸 ABL 嘅戰神亞利諾咧。Marcus 都講到好開心啦，翻到嚟香港比賽，而且可惜冇辦法見翻一眾嘅東方球迷喎。Ah man, I love coming back. I've been excited since the plane landed yesterday. It was good to see my brothers on the opposite end.But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. I was disappointed. I was sad and disappointed at first for the fans. Then I was also sad and disappointed for myself. But then, you know, I had to just realize it's for everybody's safety. In the beginning, I wish that they would have just postponed the game so everybody could have been here. I feel like the game would probably even b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excitement and energy. But I'm happy with the outcome. Hong Kong, y'all know I love y'all.香港东方在 ABL 常规赛仲剩低16场的赛事，绝对仍然有机会打入季后赛噶。下一场他们将会作客台湾梦想家，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调整，打出好的表现。